回到古毛维嘉的手上，另外一边高承恩的三分出手进，这场比赛进行科大第一。外围三分高承恩的尝试进，外围这个倒传回到高承恩的 Y open 有，下半场比赛外给拿到，高承恩四十度角再进一颗，哇一左一右现在那就坑。 哇！国这边两边摔在一起，高承恩拿到球之后三分外围瞄准出手进。没想到最后去上厕所，曹勋香的球迷趁现在啊，接下来曹勋香不会再下场。没错，哇！这个球过掉了，乔纳森。高承恩，这个球垫进来，右手上篮 ，nice play。下半场的高承恩，虽然脚步有点踉跄，但中距离打板进球，高承恩 on fire， 默默的也让自己趴。外围三分球再进，三分小飞机冲出来喽！高承恩虽然也来到了大四了，但是总助攻次数86次，那总超节次数也是86次，高承恩的三球。 状况还是非常的好，差点掉。然后外围最后两秒钟出手，这球投偏了。丁冠浩背后的一个给球，高承恩的外围三分进。Nice pass， 丁冠浩上来，哇，这个助攻传得太出色了，传得非常的漂亮啊。但是建行科大马上调整了回来，再来看一下丁冠浩的背后传球，哇。 真的是太出色了，是，观赏性极佳、啊，没错。交球给到简廷照，再回给丁冠浩，两人包夹之后传出来到外围，高承恩的三分球。庄云凯切进来被陈范不厌盖了个火锅，现在前面二对一，高承恩还是选择了外线的三分球进。高承恩 on fire， 在第一节四记的三分球，而且命中率非常的高啊，投五中四啊！哇，现在进行科大在第一节就把，哦，张杰伟昨天状况也是非常的好啊，对，但是外线三分一投二投三投，对运球啊，运的有点跌跌撞撞，他应该要学习，就说不见得一定要自己把球带过来。哇哦，林金榜在 Plus 里的第一颗进球来喽！大所等级的球员啊，其实像这种球员在现在的篮球是非常好，还是失误收场。 林金榜这边两个裁判有不一样的吹判哦，在底线的黄晓涵是吹了阻挡犯规，而在另外一边侯永玉给的是进攻犯规，两个裁判讨论之后给了进攻犯规。第一时间底线跟边线的裁判呢吹的是不一样的，我是觉得，就去年球季啊，大家寂寞，一度出现了梦想七六人的情况。 在这场比赛用人上面调度上面也都比较快一点，在梦想家这边。对，没错。前一两个礼拜也他们也感受到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就这。